那所以今天背的有哪些经文可以用在今天？比如说背到饶恕方面，他今天就真的饶恕他的丈夫，饶恕他的妻子，那一段就印象特别深刻。我们通常是三年以后再回来复习创世纪这样子。好，好，谢谢。快请师傅回应。刚才那个温皮的分享啊，就是生命的，这一个人真正要的就是经历到生命，经历到神。上帝对他有信心。上帝对他有信心。经历到神，其实，所以圣经上讲一句，就是说，你们都在百般的试炼，都不要有大神，就是能胜过这个试炼。那刚才那个江牧师，我昨天好前两天，圣灵也真的感动，说，为什么一直要背圣经做什么？我也在一直在背圣经，我觉得很重要。它事实上是一个东西。一个什么东西呢？它就是导读的在晋升一个东西。你一直导读导读，你把它背起来，对不对？在一直思想的时候记起来，记起来以后你会常常思想。因为呢，昨天我们在那个时候也说，真的是讲一生的果效是如鲜花出。当你圣经记起来的时候，你常常会在神的话语里面思想。所以为什么四面地里的作业思想神的话语真的对你？你会一直这样那晋升啊，这个就可能是非常重要一个方法，就是上帝的话刻进去。也是圣经上讲的嘛，我的话刻在你的心板上嘛，要存立在你心中，啊，你这样就得着，他就得着生命，得着生命一定要刻进去，那刻进去里面作为思想。对人说，我年纪很大了，不能没有问题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你一直记，一直记就一直记，在几岁都没问题。我发现到，所以我有时候哦，你大概比我厉害很多啊，江牧师，我有时候就跟那个一些比较。人就少叫我跟他们挑战，我说你们来跟我 PK 一下，赢我给你5万块、啊，好像还没有遇到敌。我不是说自夸什么，我是说这台讲太重要了，重要的不得了。所以我们这边也举办圣经的那个啊，虽然看起来也不是什么那个，但是我觉得它太重要的东西，我们要有重要的来看待啊，要花最多时间。它就是一个，就像刚才那个江牧讲的啊，你盖上去如果没有圣经的话，也做个渣。可是圣经话也不是用解释的，而是灵的。它是灵嘛，灵就是灵的，而是跟神对话的，而是深入进去里面的，才有解释是解释不完的，不完整的啊。所以那个约伯记说，虽然无知的原因是我的旨意隐藏，你的旨意隐藏的啊，我所说的是不明白，这是太奇妙，所以不知道的啊。所以它是很奇妙的东西，圣经是非常奇妙的，但是没有刻进去，你就不了解这个奇妙，难，你一千个人讲也讲不太通，为什么？就像说今天我听 Windy 的。我一定要见到他，就认识他的一样。你一千个人解释云顶，我也不是云顶，所以一定是认识神。那天天碰到就很熟啊，人家一讲不对，看就知道了。为什么？你很熟嘛。啊，感谢主啊！所以感谢主，我们为云顶来祷告，感谢主，大家用这个来啊，牧师，为江牧师。我那天听那个他说，江牧师非常厉害，感谢主，我们来祷告啊。我们也等一下就啊又有圣洁的音乐赛，我们最后感谢的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为神所使用我们，带领我们，我们来向神感谢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永活的神，你真是伟大奇妙的神，我们全然俯伏在你面前，知道你所做的是何等的奇妙，是吧？这世界和这一切都要过去，但是你的话永远立定。谢谢神，荣耀归给你。是吧？每一件事在你面前，你说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得益处。感谢赞美，为今天 Windy 的分享献身，是吧？你有奇妙的作为，是吧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，谢谢你，显示下永远的生命，在你的爱有改变，荣耀归给你。感谢赞美，感谢赞美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好，感谢主。好。我们评审，开始对评审，今天评审，你可以做评审吗？江老师可以，今天来了啊，可以做评审啊，你可以做评审吗？可以，我不行，我听。我评审没关系，评审有看圣经而已，看看他背的什么有对照啊。还有谁？那个，来做评审啊，好吧？啊，我们三位来，今天是周的比赛啊，比较那个啊，没那么紧张。需要多少费用？没那么紧张，来，今天是周的。好，那个我们如果要那个，刚才很多人要问我们每一位的记忆哦是多少啊？对对，多少就是300啊，我们可以帮忙代收，好不好？好那如果要买的或者会计师这边可以先哦基本下来。可以。
现在讲一下哈，如何评审？300块，每人300块。来，他们呢？他们走了还没有啊？来，我们是三位曲位，7分钟，现在是还没啊。那但是如果啊，背到后来结束的时候6分半啊，那我们就会啊，那个跟那个我们评审讲，我们会稍微减分了啊。那个一样。我们今天的、啊、那个背诵经呢，啊，第一位是可亲，第二位呢是云开，第三位呢是月香啊。那今天是8月，所以8月的第一周啊，第一周产生周冠军，那么8月呢有5周。啊，所以会有第二周的周冠军，啊，第三周、第四周，是不是5周啊？4周，对，8月5周，哎，啊，所以5周，那最后呢，啊，一个礼拜就产生啊所谓的8月的月冠军，啊，那感谢主了哈，7月我们冠军的是一个小朋友，啊，那我们呢就是不分各种年龄的，啊，那今天呢我们3位啊就预备，好吧，第一个可亲啊，那等下站的位置在这地方啊。今天让评审啊，他可以看到这个啊，来，来，这边先 stand by， 等我计时哦啊，啊，我们是计时7分钟。33篇，义人啊，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，正直人的赞美是何以的，你们应当弹琴称谢耶和华，用十弦瑟称颂他，应当向他唱新歌，弹得巧妙，声音洪亮，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，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，他喜爱仁义公平，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，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，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，他聚集海水如雷，收藏牲羊在库房，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，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，因为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，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，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，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。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，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。耶和华从天上观看，他看见一切的世人，从他的居所往外查看地上一切的居民，他是那造成他们众人心的，留意他们一切作为的。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，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，靠马得救是枉然的，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，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，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。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，他是我们的帮助，我们的盾牌，我们的心必靠耶和华欢乐，因为我们向来倚靠他的圣名。耶和华，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向我们施行慈爱。诗篇34篇，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，赞美他的话时常在我口中，
我的心因耶和华夸耀，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。你们和我当尊耶和华为大，一同高举他的名。我曾寻求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。凡仰望他的必有荣光，他们的脸必不羞愧。我这困苦人的呼求，耶和华便垂听，救我脱离一切患难。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耶和华的圣名啊，你们当敬畏耶和华，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。兽中狮子还缺食忍饿，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众弟子啊，你们当来听我的话，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。有何人喜好存活，爱慕长寿，得享美福，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要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，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，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。义人呼求，耶和华听见了，便救他脱离一切患难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义人多有苦难，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，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，连一根都不折断。恶害死恶人，恨恶义人的必被定罪。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，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。诗篇第35篇。耶和华，与我相争的求你与他们相争，与我相战的求你与他们相战。拿着大小盾牌起来帮助我，抽出枪来挡住那追赶我的，求你对我的灵魂说，你是拯救我的。愿那寻索我命的蒙羞受辱，愿那谋害我的退后羞愧。愿他们像风前的糠，有耶和华的使者赶逐他们。愿他们的道路又暗又滑，有耶和华的使者追赶他们。因他们无故为我暗设网罗，无故挖坑要害我的性命。愿灾难忽然临到他身上，愿他暗设的网缠住自己，愿他落在其中遭灾祸。我的心必靠耶和华快乐，靠他的救恩高兴。我的骨头都要说，耶和华，谁能向你救护困苦人脱离比他强壮的，救护困苦穷乏人脱离那比他脱离那抢夺他的。凶恶的见证人起来，谈问我所不知道的事，他们向我以恶报善，使我的灵魂孤苦。至于我，在他们有病的时候，我便穿麻衣，进食，刻苦己心。我所求的都归到自己的怀中。我这样行，他好像是我的朋友，我的弟兄。我屈身悲哀，如同人为母亲哀痛。7分钟。尤其背得非常好啊，所以每次看他咬字啊，真的是包括念啊，是一种享受啊。我们接下来第二号是云开啊，云开，帮云开啊。好，那我们就请云开预备。第三号的是月香，好，月香姐妹啊。哎，还有陆颖。陆颖。
关于大前这边有应该是很认真哦，他这个他每次背完之后呢，还会把录影带哦，就回到家里哦重看一次，看看、啊，非常用心啊、哦，非常用心啊、其实他出国，所以哦这个没有常看到啊、哦，他现在在出国期间，他开始磨刀啊、哦，现在已经磨利了啊、哦。那等一下。好的，哎。现在英文还是中文还是台语？中文。好，小心哦。等我再到这里来，上这个，给它准备好，准备好。啊，等一下哈、哦。好，开始。箴言第三章。我儿，不要忘记我的法则，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，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、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。不可使慈爱、诚实离开你，要系在你的颈项上，刻在你的心板上。这样，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，有聪明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。这便医治你的肚脐，滋润你的白骨。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，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，你的酒帐有新酒盈溢。我儿，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，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，因为耶和华所爱的，他必责备，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。得智慧、得聪明的，这人变为有福，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，其利益强如金金，比珍珠宝贵。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于比较。他右手有长寿，左手有富贵，他的道是安乐，他的路全是平安。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，持定他的俱各有福。耶和华以智慧立地，以聪明定天，以知识使深渊裂开，使天空滴下甘露。我儿，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，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，这样他必做你的生命景象的美事，你就坦然行路，不致碰脚。你躺下必不惧怕，你躺卧睡得香甜。忽然来了惊恐，不要害怕；恶人遭毁灭，也不要恐惧，因为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，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。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，不可推辞，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。你那里若有现成的，不可对邻舍说：“去吧，明天再来，我必给你。”你的邻舍既在你附近安居，你不可设计害他。人未曾加害于你，不可无故与他将相争，不可嫉妒强暴的人，也不可选择他所行的路，因为乖僻人为耶和华所憎恶，正直人为他所亲密。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，赐福于义人的居所。他讥诮那好讥诮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智慧人必承受尊荣，愚昧人高升也成为羞辱。诗篇二十五篇。耶和华啊，我的心仰望你，我的神啊，我素来倚靠你，求你不要叫我羞愧，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。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，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。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将你的路教训我，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，教训我，因为你是救我的神，我终日等候你。耶和华，求你纪念的，求你纪念的怜悯和慈爱，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。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。耶和华，求你因你的恩惠，按你的慈爱纪念我。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，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。
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，将他的道教训他们。凡遵守他的约和法度的人，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。耶和华啊，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，因为我的罪重大。谁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，他必安然居住，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。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，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。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，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。求你转向我，怜恤我，因为我是孤独困苦，我心里的愁苦甚多，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，求你看顾我的困苦，我的艰难，赦免我一切的罪，求你查看我的仇敌，因为他们人多并且痛痛地恨我，求你保护我的性命，搭救我，使我不知羞愧，因为我投靠你。愿纯全正直保守我，因为我等候你。神啊，求你救赎以色列，脱离他一切的愁苦。诗篇27:1-6，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惧谁呢？那作恶的，就是我的仇敌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，就叛跌扑倒。所以有军兵安营攻击我，我的心也不害怕。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，我必仍旧安稳。有一件事，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因为我遭遇患难，他必暗暗地保守我，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，将我高举在磐石上。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，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。 The Lord is my light and my salvation, whom then shall I fear? Whom then shall I fear? The Lord is the strength of my life. The Lord is the strength of my life. For whom shall I be afraid?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，不能光说不练嘛，所以我就唱了这首诗。感谢赞美主耶稣。好，谢谢。还是有英文啊。在这个地方哦，真的是很难得哦，有人从国语背到台语，台语背到国语哦，有人换用英文来背哦，背成就那么可爱啊。时间有没有够？刚刚好7分钟。这样在家里念了多少次了？这个几乎是应该说7分1秒了。不过你要注意这个，不能唱歌，因为唱歌的话那就不公平，会有点公平。要注意这个，我要被有点扣一点分，会有点。也刚好，那时间够就可以了。因为我是以前那个什么也有唱歌、啊，不猜百分，对呀、啊，这样就不公平了。不是，这个就公平。不是，我至少我的时间有够啊。还有先够就可以，那有6分半都背完啊，那我并没有少背啊。最主要上次那个蔡百分哦，那个用唱的话都唱错词了。不是，它公平性就是有个比赛有个规则，对，要有规则。对，我们尽量不要唱，因为唱的话那个，因为从那个蔡百分开始，就是80几岁老人家，让我学他，对，会扣分啊，会扣分。有6分半，哦，刚好6分半，刚好没有少背啊。那厉害啊，这个都是控制的那么好，你在家里是这样计时好几次是吧？对，我计时啊，我一定要把时间算得刚好。好，接下来是月香啊，月香姐哈，来，我们可爱的月香。谢谢，来打饭啊。那个84，16、84，没有啊，后面一点，93我。好，等一下，等我哈。
可以哈，第一个二十四开始了。好了啊，好，计时开始。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，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乎耶和华。他把地建立在海上，安定在大水之上。谁能登耶和华的山呢？谁能在他的登他在他的圣所呢？就是守节心清，起誓不怀诡诈的人，就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，是寻求里面的雅各，又是蒙他拯救的神使他诚意。就是守节心清起誓不怀诡诈，不像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，他必蒙耶和华赐福，又能救他的神使他诚意。众臣们啊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，荣耀王将要进来，荣耀的王，永久的门户啊，你们要被举起，荣耀的王将要进来，荣耀的王是谁呢？荣耀的王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，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。众臣们啊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，永久的门户啊，你们要把头抬起来。荣耀的王要进来，荣耀的王是谁呢？荣耀王就是在荣耀王是万军之耶和华，他是荣耀的王。再来是29篇，神的众子啊，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，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，以圣洁的装饰敬拜他。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，荣耀的神打雷，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上，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，耶和华的声音蛮有威严，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，耶和华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。耶和华，他也使枝跳要如牛，他也使枝跳要如牛犊，使黎巴嫩和西连跳要如野牛犊。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叉，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，耶和华震动加底湿的旷野。耶和华的声音，惊动母鹿落胎，树木脱落尽光。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。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作者为王。耶和华作者为王，直到永远。耶和华必赐福给他的百姓，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，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。再来诗篇67，愿神怜悯我们，赐福我们，用眼光照我们。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，万国得知你的救恩。愿列邦民称赞你，愿列邦神啊，愿列邦称赞你，愿万民称赞你。
愿万国都快乐欢呼，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，引导世上的万国。神啊，愿列邦愿列邦称赞你，愿万民称赞你。地已经出了土产了，神耶和华神要赐福我们，耶和华的神赐福于我们，地的事体都要敬畏他。还有再来诗篇九十一篇，对，住在至高者以密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我要论到耶和华说，他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神，是我所倚靠的。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。他要用他的鳞毛保护你，你要躲避在他的翅膀底下。他的信实是大小的盾牌。白日你必不怕白日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，或是白日飞的箭，你必不怕午间面临的毒病，或是夜间行的瘟疫。你唯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，所有千人扑倒在你的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的右边，这灾却不得临近你。你唯亲眼这灾却不得临近你，你唯亲眼观看，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，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，祸患必不临到你，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，因为他要为你，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路上保护你，免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他们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好，七分钟。啊，谢谢。谢谢月香哈，也是变得非常非常好。上台是有紧张啊，因你的紧张啊，这地球都有很多地震了。感谢主啊！我们真的看到哈，感谢主，就说月香哈，这个他服事哈，做很多哈。那跟他的弟兄也是很愿意摆上啊。那在评审哈，这个在评的当中哈，我们等一下请那个评审来分享跟讲评啊，请西龙先啊，西龙先啊，因为西龙是我们这里很重要的啊，所以他一讲评啊，接下来哈，我们威迪跟那个江牧师都知道怎么讲评了哈。那我们今天只取一个，啊，今天只取一位优胜者啊，给颁发奖金。啊，那我们这个奖金呢是到年冠军的时候是30,000元啊。那么已经办了三四年了，说在很多人都知道，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地方哦，并不是以奖金为主啊，而是以怎样背神的话语，它是一种运动，它是一种喜爱神的话语啊，但是从内心里面去感受啊，从这个感受当中找到那种感动点。好，好来，把时间交给新龙。要牧师先嘛。来了，你去示范了。没有什么。不是要点的来的。谢谢。好，我们到给我们的。好，谢谢。牧师还有各位弟兄姊妹平安。那当然这一次哈，我过往的经验，我那加上我们今天的三位的表现，那我们大概明眼人也看得出来，一二三国牌了。有的是电风扇，那个油没有加好，所以转不动。这个比较。大家感觉说有参与的都是有及格的分数了啊，那我就是佩服他们啊。那当那个牧师也在刚才也在谈了啊，原来是背圣经啊，在网络上如何背，然后持续的背，每天背一页。那我现在只跟那个太太是每天家庭聚谈一篇，小就一张啊，一篇，有时候就按照两堂的进度。那今天当然我看到了哈，就是第一位是王可清啊，那他背过往我常常听他在背都背的也是很厉害啊。今天当然他也很厉害啊，那比较忘记了一些比较有时候会不熟练，但是呢在这边来讲分数相当高了啊，都是
高的分数。那第二位呢，那不用说了啊，刚才抑扬顿挫啊，那个是非常震撼人心这样一个方式来背诵，那印象深刻。而且他刚才一开始在出发之前就已经信誓旦旦，我今天一定要拿下冠军。所以我当然在我还是啊，对，所以我他那么有决心，那而且今天又表现那么样的慷慨激昂，背得那么过关的时候几乎没有错字，对不对？我好像没有找到错字，所以看起来他就是冠军了哈。啊，那我那当然还有两位啊，牧师跟那个哈姐妹的统计啊，那我请。那我就报告到这边了，好，谢谢。啊，把时间交给我们闺蜜姐来哈，分享他们三位哈，感受啊。我真的是常说我开眼界，我实在是真的好佩服大家，我真的哇，今天来这里真的是让我来对了，然后我是第一次看到圣背诵圣经。我觉得我好惭愧，我赶快坐下了。真的，我回去要乖乖的背圣经。真的，真的觉得很棒，真的很棒。好，请牧师，牧师可以分享啊。顺便啊，等一下请你公布今天的优胜者啊，然后也请牧师来跟我们颁发奖金，这样。第一名就好。那个背圣经哈，这个。最主要就是你先了解那个圣经的内容，然后你背的时候，你就会把它连贯起来。那而且你先投入，就是说神的话成为你的心念，然后背出来的时候会成为你生命的经历，变成你属灵的经历。所以三位都很努力哈，都要我相信继续努力哈，一定可以更好。那我自己背圣经的时候，就是尽量把它用在我生活当中哈。那我想你在背的时候，你就是每天在经历他的话。是一种生命的流露，不是只为了要争取什么，那这样的态度是更好的。好，谢谢牧师，牧师帮我们公布，今天帮我公布这个周冠军，周冠军，周冠军就是周冠军。好，请各位聆听周冠军是黄云开，来，掌声鼓励，来，请云开。云开姐妹到前面来，我们请牧师来给你颁发今天周冠军的鼓励。跟我照相，在中间一点，在中间一点。好，今天哈，今天参加的人都有美味的记忆啊！谢谢，谢谢，真好啊！今天有报名的是不是？OK， 这样可以。都可以，二三名都有哈，好，来，来，靠近一点，再过来，来，你看写个周冠军了，周冠军哦，我们再补写，好来，第二名，三个都要了，来可以的，来，把故事的我们给其他二三名都二三名好，不管这样，来，其他两位啊，来两位。来，我们请那个温蒂姐来帮我们翻哈二三名，这本书。那今天这个是我送，这三名是三位的，是我送。送的东西。会计师说他可以送的。哎，不然照相。洗手间，你来到外面。洗手间，帮我们照相，看这个。好，不要震动。不要震动。高一点。好，谢谢温蒂姐。来，你们两位。我先了，你先了。来。好的，谢谢温蒂姐，能拿到你的这么好的作品，我真的好蒙福。谢谢，我们再来照一照。谢谢大哥。
好，谢谢，好棒，谢谢，掌声，掌声，掌声，了不起啊！真是我们一起照一下，来一起照，一起照一下，一起照一下，一起鼓掌，来照一下，来来来。来，我一起照相，到我前，好，跟这个讲员哈，我来照，我来照，我来照，好，我来照。大家还有我的照相，大家要抢啊！Hello，Hello，来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来，一起来，照相，照相。好，今天我们要照相。好，进来。来，云飞要照相哦。谢谢木弟姐，谢谢，很荣幸。昨天我老公来参加桌球比赛。哦，是哈。对。云飞，大家照这个，来一起照相。帮我照一下，等一下去按亲自。好。对，请坐前面。来，男生在后面，女生在前面。来，那我们再下台哈。好，对。可以。好。谢。来，先第一台哈，小雨，你看看。第一台，一二三四五六，耶！来，再来，七六五四三二一，再来是今天啊，那个嘉南国度邀请我们魏婷姐哈来，赞不赞？赞！找到了，赞不赞？赞！再一次照进去，再一次，站不正，站。你帮我看有没有照进去。那你大哥你也进来啊，大哥。你看有没有照进去？我们要，我们要买，你不要买，有错吗？好，你大哥你要进。有错我们。牧师没照到。牧师没照到。哎呦，牧师没照到。来，谢谢，牧师不在这里。牧师在中间。来，继续站中间。来，可能你们要进来，我来照。青春吗？美味的记忆。